韩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韩庚。提起俄罗斯电影，大家会想到哪一部？其实，随着几代人成长的俄罗斯电影，就像浓烈的伏特加酒，喝一口，沁人心脾，终身难忘。其实我最喜欢的一部俄罗斯电影，集合了十二位俄国的老戏骨，叫《十二怒汉》。影片中的十二个人通过表达各自的思想，流露出人生百态。影片故事性强，艺术内涵丰富，看过之后往往让人印象深刻。也可以说，影片浓缩了俄罗斯电影的特色。所以今天我也特别荣幸为大家推荐两部来自俄罗斯的影片，请看大屏幕。